计程车哪有高承载？有吧？没有啦，计程车没有高承载。计程车有啊，大众交通运输工具才有，也是个人的。大众运警告，计程车哪有高承载？有吧？没有啦，计程车没有高承载。计程车有啊，大众交通运输工具才有，也是个人的。大众运输交通工具，这个也算是大众运输交通工具、啊。个人营业的嘞，抱歉哦。我要上，我要他机场嘞，他的时间来不及。那你要走张新路接网点吗？抱歉、啊，高承载啊。高承机检车哪有高承载的？现场的警方可能不熟悉高承载管制的一些相关规定，所以他们可能就不知道，可能机动车空车也把他们阻挡下来了。